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抽三箱中秋豪华海陆十二建筑，而且还有三台 Bruno。三台 Bruno， 对，三箱肉肉哦。对，你今天影片如果没有看完，没有把影片分享出去，结果是你们家隔壁的老王抽到，你也考出来，你绝对也考出来啦。好，赶快来，来把影片分享出去哟。嗨，各位朋友，大家好，干杯！我是小蔡姨。中秋节要到了。对，大家中秋节想吃什么？烤肉、吃月饼、兔子、哦、兔子、吃兔子。中秋快要到了，所以已经有很多那个粉丝观众朋友来留言问说，哎，今年中秋节有没有什么烤肉组合啊？有没有什么优惠啊？各位有，我们听到了，这次中秋有一个豪华海陆组合，超赞的。我们今天就来马上烤给大家吃，给大家试吃啊，好试吃，用眼睛吃。哎，对。组合就在这边。那你有看到哈、哦，这个桌上这样满满的，哦，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中秋豪华海陆十二建筑。而且它这一次就是我们这个台全牧场，台全牧场，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对啊，它就是从小猪，然后一直养到变大猪，然后到变成包装，有没有全部都是自己一条龙。对，好，他完全都不会夹手与其他，就是外面他们都要保持，都要自己做。对对对对。那你看我们这个猪肉就是有 TAP 的履历标章，对，然后这里有210天自然熟成的，对对，然后它是没有药物残留的，不打抗生素，而且是听音乐长大的快乐猪。那除了猪肉以外，我们就是还有搭配到，你看它这个已经有腌制好的 BBQ 的猪排，哦对，哦这个也都是腌制好的，然后还有这个超棒的，哦这个卤蛋好吃，哦这个超好吃的。然后还有是，你看还有生小馆，嗯，澎湖的生小馆，然后还有云林的这个灵芝香，对，干贝，哦，还有鳗鱼哦，哇，各位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好卖？美卖啊，哦，都赞的哈，下面都给你配合啊，对啊，好，我们直接来吃给大家看，最残忍的事情来了。哇哦，各位，整个都弄好了。对，我看起来会很赞。那我们今天就用 Bruno 这一台电烤盘来烤。哦，这家里有 Bruno 这一台的哈、哦，拿出来，拿出来用。对，拿出来用了。好，那我们先来烤这个 BBQ 猪排，你看它。哦，它被直接翻起来。对，然后它有，对，它每一层都有帮你分开。哦。所以我们这个肉排啊，就不会粘在一起。哦，这很方便呢。它很贴心哦，超贴心的。对，你看像这样子，然后我就可以再把这个第二层、哦、拉起来，怎么样？哦，超棒的设计，是不是不错？对啊，好哦，这个我看过，这个烤肉片做这样真的是超级棒，嗯，最细心的了。对。好香哦！哇，看起来超赞的。哦，赞啦！中秋节就是安尼啦，水水水哦。味道如何？我在吞口水，但它太吃了就知道了，它太香了。嗯，好吃耶！好吃耶！感觉吃起来不会太咸。对，而且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好像有点像咖喱味吗？嗯，有点点咖喱香气。而且我觉得这种腌肉片很方便，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腌的时候味道比较咸，对不对？嗯，但是它这个不会，它就很刚好。对啊，蛮刚好。嗯，想到以前那个小时候在用烤肉的时候，它有的那个肉都腌到很咸，然后你就要夹面包吃。嗯，夹那个吐司。对，夹吐司吃的就是饱了。接下来我们来烤一下这条，哇，哦，猪五花，哇，看起来真棒。对，
哦，小菜接下来把这香肠也放上去。哦，这个香肠看起来很好吃，有没有？对，这个好吃的。哦，还有它那个火锅肉片，小菜也把它卷。就是五花肉片。对，五花肉片。啊，这个五花肉片，小菜把它卷成这个葱啊。卷葱，啊，也可以卷洋葱，哦，就是卷你喜欢吃的蔬菜。对。哇，哦，这看起来好好吃哦！碎的，哇，各位吃吃啦！哦，喷肉汁啊，这条很强，它实在是太凶悍了。各位，这个你有谁想咬下去？是谁来？还在喷，喷了至少十秒了。我的肉汁好多。对啊。那个吼，五花肉吼，就是要剪那么大块才会好吃啊。没有啦，我还要再剪小块。啊，因为对我的嘴巴来讲，我就是要装那么大块，就是要这么大块，对不对？对对对，就是要豪迈，大口吃肉。哇！再让它煎一下哦。煎一下，那再继续加嘞哈。对。哦，各位你看我这个赞的啦，水烧哦，烧哦。好好吃哦！五花肉就是最适合跟蔬菜卷在一起。对，你可以沾一点。哦，我沾一下这个。哦，一口实在太烫了吧？很好吃哦，又烫又好吃。嗯嗯，五花肉我要包菜菜呢。哦，包菜哈，包菜这里。哦，像这样，好赞哦。它是真的很烫，很烫哦，哇！但是这是吃我最喜欢的，嗯嗯，很好吃哦。哦，各位，这个肉吃起来不错。嗯，我们做五花肉有一点韩式的风味，这样，嗯，很搭，很搭，很搭，很好吃。我这个会让你一口接一口。我有应你的要求，大块一点。嗯，对啊，把这些抓得要好满。嗯。哎，我们倒点饮料来喝。哦，喝哦。来，蜂蜜，薄荷蜂蜜柠檬水，干杯！耶，各位中秋节快乐，烤肉快乐。哇，这蜂蜜柠檬水真棒，不错哈。嗯，用这种电烤盘哈，你没有明火，你可以吹电风，我旁边还有一台电风在吹，就冷气加电风。嗯然后这样哦，吃超爽的，吃起来很舒服。对啊，嗯，低中高温，对 对，你可以自己去调控。那像我们现在烤好一盘之后，我们就用低温去保温它，慢慢吃，不错哎，嗯，挺享受的。对，神仙般的日子就是这么简单，真的很简单。OK， 来，咱来打一支看麦，多爱分食分家呢，无？哦，来试试看。烫哦，干杯烫哦！有肉汁哎，肉汁哈，嗯，你看到吗？有，有看到肉汁。哦，那个滴下来有没有？有。哦，这好有汁啊！又滴了。OK， 太讲这啦。我们接下来烤了这个。是吧？这是中式哦。是吧？嗯。看起来好漂亮哦。下下下。哦，这位好了，你快看，我这保存好像碎了。哦，这个。这个鸡翅。嗯，鸡翅。哦，是用终结翅呢，哇，怎么起来嘿？哇，这个鸡腿丁，山贼鸡腿丁，这个食材这样比去外面吃比起来，我觉得丰富很多。哦，对，要慎选店家，就没有像我们这样就是这样的组合，然后你在家吃，对啊，更安心。对啊。那其实清很简单哈。对啊，你这样纸巾擦一擦就是了，这样就整个干干净净了。嗯，咱们来下海鲜。接下来虾子。海鲜就下来了。哇，哦，整条这个还蛮大只的哎。嗯，对。哦，对啦。哦。哦。
好好吃哦。这个啦，你来看一下，看起来是不是很赞？鲜甜又嫩，而且它还蛮大颗的哦。对啊，现在海鲜还不错，就甜呢哈。当干贝好吃哈。嗯，好吃好吃。我这个干贝要来夹。哦，海苔耶。这样吃。哦。好好吃哦。嗯，好吃。而且我们这样子一路烤下来的话都没有炒灰搭哦。哦，对啊，因为我用这种电烤盘的话它可以调整那个火力嘛。对对对，而且这个你又不用担心就是吃到什么炭灰。哦，对哦，大概用那个水的时候还是那水抓的也不会都喷起来。对对对，会喷上来。对啊，这台这个电烤盘啊，这是中秋节那个代理商他们有在办活动，你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注意下面找连结，我们如果帮大家争取那个价格其实都是最便宜的，都是很有优惠的。对对，基本上不太会有人比我们还要便宜啦，因为我们这个都有谈过。你在那个正常通路去给他买那个顶多最便宜应该也是跟我们一样便宜。哦，好吃。嗯，好吃呀。好吃但是好烫。对啊，越烫越好吃哦。所以各位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海陆十二建筑吃到现在我已经其实都已经饱了，很饱。其实各位你知道吗，中间刚刚 Dennis 有回来，对，他有加入战局，但是过一会他马上又上去楼上，他已经投降了。吃不下，所以这个分量其实还蛮多的。嗯，5到6个人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问题。那个鳗鱼要怎么办？鳗鱼电烤盘也可以搞定啊。然后各位我们再来他们热一下。对，然后烤一下。好哦，然后也是用中小火去烤它。对对对。那如果说你觉得它有点干的话，可以像小菜这样，就是用一些那个开水，有没有？好。对，然后再喷一下。喷一下，喷一下。对，那你有这个电烤盘，你用什么吗？盖起来，打开就可以吃了。对啊，还蛮方便的。这个已经烤好了。嘿，哦，小菜示范。哦，鳗鱼。哦，它这太大块了吧？有点重，然后又很软绵。哦，这一定很好吃。哦哦哦哦，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哦，我吃啊。哦哦，它好有油脂哦。哦，看起来很棒。我可以不要拍了吗？很好吃，我想要来碗白饭。我看了，我也是觉得想要来碗白饭。我好想吃白饭。对啊，好吃。我一定要继续去吃。哦哦，好有油脂，好软。欸，真的，你吃你会想要来碗白饭。真的哈，啊。最好是那个是用月光米，有没有？哦，你就瞬间好像在日本吃那个鳗鱼饭，鳗鱼冻饭的感觉。对，刚好吃不饱。吃不饱呀，啊，来跨家。画家，我们这里有这个冬，下面有冬粉，然后我们刚刚那个灵芝虾有没有？对，就粉鲜虾粉丝，然后这娃娃菜下面有金针菇，对对，然后我们用这种锡盒把它装起来，加一点这个我们自己做的这个蒜蓉酱。哦，这个蒜蓉酱其实也蛮简单的哈。嗯，上次我们有拍一个鲈鱼的影片，有没有？也是有用蒜蓉酱嘛，其实很容易做啊。你做起来的话，你把它放冰箱，像这样子，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利用。对。好，把我们这个盖子盖起来，就不用管它了。大概7-8分钟再来看一下。哦，哎，各位看有没有，就很棒，没办法哦，再撒一点青葱，对呀，啊，给它一点颜色瞧瞧。哇，吃辣的朋友你就自己加一些辣椒，红色的嘛更漂亮。对对对对 对，哇，这样子粉丝包。哦，各位爽吗？爽爽哦。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好，各位，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详细的组合。那我们收到的部分，你就会收到这样一整箱，里面内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对，
那这里有一个五花肉条、还有这个里脊肉片，0.6公分厚的哦、然后还有五花肉片，对，腌制好的翅膀，然后它都是中翅哦，每一个都是中翅哦，中翅好吃，对，然后你看它这里还有卤大肠，这超好吃的，大家要试试看，对，然后还有香肠、香肠，台犬的这个香肠，对、还有这个山贼烧腿丁，它就是已经腌制好的这个鸡腿排了。然后你看这里哦，美式 BBQ 猪排，对，一大盒里面它有20片哦，量还蛮多的。澎湖的那个生小馆，好、还有这个灵芝虾，对，好、这个虾子就是吃那个灵饲料里面有加灵芝粉，对，哦、吃的很高级，对啊，高级虾。然后还有这个，你看大干贝，哇，你看干贝多大颗啊，就生干贝，对，生干贝。然后还有哇，鳗鱼半片鳗鱼，半片，对。然后如果是前200名的朋友啊，他还有加送一包这个香肠糯米肠。前200名的朋友才有送哦，对，哦，这个是这个我们养殖户的一个美意，对，所以要赶快订。对，各位，速度要加快，还在看吗？赶快，连姐把它点下去。好，然后各位，你要觉得这样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哦，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样一组一箱，我们直接抽3箱。三箱哦。还是一样，你要留言什么？赶快在下面留言，把影片分享出去。对对对。我们 YouTube 的会员抽一组。好，然后 YouTube 的观众朋友留言抽一组，好、还有 FB 的朋友，好、记住留言之后，影片要分享出去，对，好，分享给你今天那个中秋烤肉要烤肉的朋友，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尽早订购，因为我觉得它这个2399的价格就是有这么多，然后一整箱来就是我们中秋烤肉都已经好了，你只要可能准备一些蔬菜，你就可以直接烤得很开心，就。你等门气给去买啊！对对对，一整组很方便。所以各位，赶快点点下去吧，要烤到的快。然后各位，你觉得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各位有没有看到？除了抽三箱以外，我们还要抽 Bruno 另外的3箱。对，三台啦。哦，三台，然后大家看到哈，这个有大台跟小台哈。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付费会员哦，抽一台大台的。大台。好，然后我们 YouTube 的一般观众留言的话，抽一台小台。好，还有 FV 的观众也抽一台小台。对，各位有没有很杀、有哦，超杀的。这支影片在抽两款哎。对啊，我跟你讲，你的朋友如果没有看到这支影片哈、他一定会垂心肝垂到后面，哇，吐血而亡，有没有？抽很大。对，所以各位赶快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这次中秋烤肉、会一起烤肉的朋友。对，各位，它这个 Bruno 非常的好用哈。对。我们刚刚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在烤的时候啊，还可以吹电风。对，因为它没有明火嘛。对，没有明火。对。除了烤肉以外啊，如果说你要用章鱼烧啊，对，章鱼烧。好，那个都很方便，甚至就如果你有买蒸锅的话，你还可以吃火锅或寿喜烧。对。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哈，这 Bruno 的造型是不是很漂亮？这是大台、这是小台，颜色也非常的漂亮，那让大家比较一下、它这个就是小台的、长这个样子，它一个 A4 的大小、然后这个是大台的、大台大家打开一看，哇，有没有觉得那个盘子大很多、然后你看各位大家两个烤盘比较一下，有没有就觉得这个大小差在哪里了、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所以各位，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刚好他这次中秋节也有这个活动，好、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方便，跟这个原厂有这边联系，好，那你要买的话，你点连结，这个价格绝对都是最便宜，都是正常原厂经销的通路，的一个最低价，你再怎么买也不会比我们便宜啦，应该顶多也是跟我们一样便宜而已，好，而且我们还有送这个，好，这个章鱼烧叉，它这个材质的话就不会把这个。不沾材质给弄坏，对，这是专门的这个章鱼烧叉，专用叉，对，不管大台小台啊，有这个章鱼烧以外，还有这个平的这个烤肉烤盘，对，好，所以各位不管大台小台都一样，好，所以你看你需要大台还是小台，那我觉得买大台的比较好，对，其实我也比较推荐大家用大台的，除非说你真的是一个人或是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如果说你的朋友要家里一起要烤肉的话，哇，这个超方便的，对，超方便的，
好，所以各位赶快在下面留言分享影片，然后有需要的朋友自己去点连结。好、嗯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对、哦，祝大家可以抽到，好、哦，不管你在抽到整箱的还是整台的，都很赞。哎、欸，都很赞，对。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好，哦、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哦。嗯、好，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拜拜，大家中秋快乐！快乐！拜拜！拜拜。